的，现在我们来进一段资讯。年轻人在工作上呢，就每年3%到5%的起薪，其实都觉得很小。那其实是有一个快很准的方法，可以让大家平均加薪10%以上。我们回来告诉你。另外呢，日本特殊国家发生了敲诈起火的事故，全世界都关注。那神奇的是呢，飞机已经着火，熊熊烈火，但机上呢，全部生还，被各界啧啧称奇。我认为呢，这是奇迹。有分析就说，是因为机上的工作启动。